365 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和你分享，我们透过圣经来认识耶稣。你看到耶稣有权柄，所以他讲道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不是说说道理而已。我们说权柄是会带出行动的，他赶鬼，他是带着能力的，他不是在那里喊了半天鬼根本不理他，他有医治的能力，他讲的话会带出行动来，然后他医病，他医病，因为他心中充满爱，他愿意，他不但有能力解决人的问题，他因为爱，他愿意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即使是好像圣经里面说太阳下山，他忙了一整天，甚至在马可福音讲到说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但是因为爱，他甘愿这样服侍人。你知道他不只是2000年前的耶稣，他也是今天你的救主，他一样有权柄，一样有远能力，一样充满爱。你要把你的问题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，上帝祝福你。他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在他岂有难成的事？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呢？他当然他是神，但是我们说了，四福音从四个角度看，那33年半的时间里面，他是完完全全的神，道成肉身来做人，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他能够体会。所以你知道吗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他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演戏给我们看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会痛。可是他真的是个人啊，他是真真实实完完全全的人，神道成肉身，100%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100%的来做人。所以他会伤心，他会疲倦，他会流泪，他会生气，他人会的一样每一样事情他都会。而像他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我们才会觉得很有盼望。如果他能够得着能力，我们照着他的方法去做，我们一样可以得着能力。如果他是神，他有能力，我们永远不是神。但耶稣是个完完全全的人，这个完完全全的神来做人，他为什么得着能力呢？我带你读一个得能力的秘诀，是耶稣让我们看见的。第二天的早晨，在马可福音讲说，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比太阳更早起的人。天还没有亮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我非常喜欢一本书，叫做《饮于能力之源》，饮喝水，从哪里支取那个可以满足人生命里面枯干？有的时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这个人的能力已经枯干了，但是怎么样能够重新得着丰富呢？饮于能力之源，那本书里面讲到的就是在圣灵里的祷告，在圣灵里的祷告使我们重新得力。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，他是一个仆人，他是一个万王之王来做仆人，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，他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，他这么忙，但是天还没有亮，他先起来，别人都还在睡的时候，他先起来到旷野去祷告。那个祷告支取能力，让他一天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完成上帝要他所做的事。你也非常忙碌吗？有的时候忙到让你失去喜乐，有的时候忙到让你很烦躁，有的时候忙到让你很想发脾气。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减少工作量，而是得到更多的能力。当你有更多的能力，你的能力是足够充足的去完成这些工作的时候，很多的工作有的时候是让你很有成就感的，让你觉得很有价值感。但是当你已经里面枯干了，你里面已经干掉，你还要不断的挤出东西来供应，你就会不快乐，你就会烦躁，你就会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你就会想骂人。不是减少工作的问题，是增加你里面的能力。怎么样增加能力呢？学耶稣祷告，清晨起来祷告。我认识一位长辈吴永长老，他号称跟太阳赛跑的人，他一生从信主之后没有一天不是比太阳更早起起来祷告，以至于神用他一生完成了非常多重要的侍奉。这是得能力的秘诀，祷告。
颠倒软弱，受了伤，直直的生活空虚，不要感到惧怕，放弃自己，因我曾感到你同样的软弱。当你孤单一人在等候一个未知的将来，不要惊慌面对前方一切，因我曾走过你同样的道路，那已被压伤的芦苇，它永远都不会折断，那将要熄灭的灯火，它永远都不会吹灭，你要相信你永远不会变孤单一人，因有耶稣，他永远看顾你。当你孤单一人在等候一个未知的将来，不要紧曾走过你同样的道路，那已被压伤的芦苇，它永远都不会折断，那将要熄灭的灯火，它永远都不会吹灭，你要相信你永远不会变主，他永远看顾你，神他永远不会离去，哦哦哦，他的眼目永远看顾。熄灭的灯火，它永远都不会吹灭，你要相信你永远不会变孤单一人，那已被压伤的芦苇，它永远都不会折断，那将要熄灭的灯火，它永远都会睡眠，你要相信你永远不会变孤单一人，你要相信你永远不会变孤单一人，你要相信不会孤单一人，因有耶稣，他永远。